蜗牛叹西游第932期，牵着蜗牛散步在历史上，最著名的取经人当属玄奘，因此很多人误以为好像只有他去西天取过经。在西游记中，沙僧吃了不少取经人，其实有九名取经人吃后头颅不沉，因此有人就以为是唐僧的前世。其实在唐僧不历史上的唐玄奘取经之前，共有169名和尚到西天，也就是古印度去取过经，这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吧。去西天取经初始于三国时代，据研究者统计，分别是这样的：三至四世纪一共有七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，五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，六世纪有14个人，七世纪有56个人，八世纪有31个人。在这169名和尚中，最著名的是一个叫八显的僧人，唐玄奘也是因为听从了他的事迹，才下定决心去西天取经。八显334年到420年，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（今山西临汾地区）人，也有说法是滨州上党郡香园（今陕西香园）人。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，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，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，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。早在399年，他和僧人就从长安出发，经西域至天竺，游历20多个国家，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，前后历时14年，于179年回国。八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，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《摩诃僧智律》《大般涅槃经》等。前往蜗牛看西游公号可看到135期，原来如来在西天只排第三，排前两名的佛是谁？